你伫个电话内底讲，恁妈发生代志啊？啊，伊出什么代志啊？我妈去予警察官收啊。啥？啥怎？你敢袂记我之前有甲你讲过我的心声？我是一个大宝生的查某囝，也毋过煞有细姨偷抱一次。前一阵啊，大宝发现阮啊，因为伊无多用阮，所以就报警。叫阮妈绑票伊个囡仔，哪会安尼啊？你妈看起来这么温柔，佮这么善良，竟然真正做出这款代志，是讲我认为哦，当初你妈会安尼做，一定是有讲袂出错口对。小婷，你即马敢原谅你妈？你敢跟你怨恨，伊害你甲你亲生爸妈分开？我承认啊，一开始我知这件代志的时阵，我确实是无法度原谅伊。我怨恨伊是安怎要欺骗我，是安怎要改变我的人生。也毋过，伫遐我看到伊去予警察抓去，我感觉伊有可能后半世人拢会伫个监狱内底度过，甚至我会永远失去伊。我着感觉做毋甘的。人讲生的请一边，用的温情看大天。其实我真正最爱我妈的，真正最爱伊。小婷，我只了解你这款爱一个人，又搁搁怨恨伊的心情。代志汹汹，予你发现真相的时阵，你一定是无法度接受。你嘛无法度原谅你妈对你所做一切，所以才怨恨伊。也毋过你是一个这么善良、搁这么友好的查某囡仔，你哪有可能帮你妈放下落，对不？其实上解可怜的哦，就是你啊！你是这么无辜，你是一个靠父母所创治的囡仔。多谢你的，你刚才我特别闹代志的时阵，我头一个想到的就是你。一旦听你对我讲话，有你陪在我身躯边，我就会感觉足安心的，甚至会有搁较侪勇气坚强起来。也不过，我今麦上加烦恼的就是，我根本唔知要安怎做才能把我妈救出来啊！你免烦恼，我会跟你斗相共。我会替你找一个上好的律师，替你妈拍官司。你妈这个 case 听起来有较复杂，假使若应该拄到一个有同理心的法官，反正会当豁免减刑，也够有啦。来，谢谢。你妈向我啰嗦，你妈哦，即马上烦恼的，就是你的身体。你有心啊，你好好照顾家己，知影无？这个所在，强曼，我跟小婷爱基地，小婷应该真久不来家。接电话。
天爱需要去出差呢，当然是为着病业托给咱啊。我要跟建商去各地大病院勘察，可能需要一礼拜都无得回厝的。我无伫厝的一段时间，你好好照顾你家己。老公，我一定会特工想你。老公，多谢你这样体谅我。既然是为着公司去出差，我嘛会体谅你。是讲哦，你的身体即摆未完全复原，还佫有一挂后遗症，我真正烦恼你一个人伫外地，卡说若不适应是要安怎？最近天气佫这么寒。好啦，慧玲哦，你袂当伤忝，要好好照顾家己。还佫有啦，爱逐天打电话给我。我知，亲爱老婆，我爱你。哦，佮有淡薄仔代志需要我去交代，我先来报应。你免烦恼啦。是安尼熟悉哦，真正有人做心酸呢。结婚遐尼侪年啊，感情阁感觉遐尼汤甘蜜甜，遐尼那甜蜜啊，有啥物好心酸的？我嘛是付出真大、真痛苦的代价，才换到今仔日的幸福，也阁有甜蜜。几啊年前，我甲阮阿妈出过一场车祸，出过严重的车祸。哪里熬来嘞？代志拢已经过去啊，得卖去提起啊。我有钱嘛，才是上重要的。啊、喂，你好，是我江小婷。另外，哪呢？好，我知影，我正是过。我男朋友医生通知讲。伊即马状况真危急，希望我会当过一煞。要唔过你唔是已经无爱插伊啊？是安尼讲唔对啦。要唔过听医生咧讲，伊敢若状况真正煞无好诶。毕竟阮嘛是有一段情，是好是歹嘛是要去甲看一下。搁再讲，伊时间敢若剩无偌济，若是无去看伊，惊嘛危险啦。嗯，既然是安尼，你总嘛要对家己有一个交代，敢毋是咧？我回家载你过啦，唔免啦啦，你既然无闲，我跟你去就好啊。啊，若无，我送你去坐车。蛮好，麻烦你。嗯。小婷啊，啊，其实吼，我当载你去诊所呢。我车也免这么快就行人啊，我载你过去啦。真正唔免啦啦，你也是紧开你的车，开去行人较重要。是啊，今嘛大众运输系统遐尼方便，你也先坐捷运，还阁转公车，啊，要去到倒位都嘛会用的呀。不过，上重要是我妈的代志，就真正爱麻烦你斗相共啊。你放心，包在我的心上，我袂让你失望。谢谢你。小婷啊，有任何状况哦，随时打电话给我，啊，家己较注意安全，知影？我知影。喂，小婷。我找到一个真好办理妈妈这款 case 的律师，这个律师的风评真好哦，有伊替你拍官司哦，你妈应该无问题。
感谢谢 ，Jasmine， 多谢你。对啦，你暗时敢有闲？我想要邀请你来参加我替我一个亲戚所办的 party。而且吼，我会当把你落伫我车顶的手链献给你。手链啊？哦，不要紧啊，无后抓才献就好啊。因为这阵啊，我发生做些代志的，所以我实在是无什么心情参加 party。我想我是卖去好啊。这边哪会用的？常常出来行行，放好轻松，对你巴肚内的囡仔，也佮有孕妇会较好啊。啊，卡叔，你是烦恼讲无熟悉人，咱陪你，无你会当邀请你男朋友过你做伙来呀？啊，对啦，伊的身体即摆安怎？我男朋友你。可能无介方便啦，而且我嘛烦恼伊的身体袂康诶。小婷，我知影你是烦恼，你男朋友是有夫之妇的身份会变康。那唔讲吼，你免惊啦。这边 party 的主题吼是化妆舞会，每一个人拢会挂面具，绝对袂有人认得出来啦。搁再讲，和你男朋友出来行行，会放好轻松，对伊病情嘛较有帮助啊。无。好啦，我再去甲伊参详看卖。好啊，无稍等下吼，我甲地址传予你。我真正足期待你甲你男朋友会当做伙来参加。拜拜，拜拜。